十万订阅有你真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新闻，我是婉伦。 IC 设计族群成为热门族群，联发科26号站上千元关卡，成为台股的12千金。法人看好 IC 设计的三大趋势到底有哪些呢？一起来看看。一， IP 系制材与设计服务因为高速传输蓬勃发展以及 ASIC 趋势稳步向上，使得2024年的展望稳健。第二，终端库存进入回补期，尤其是手机与伺服器，等到库存回补结束后，实质的需求是否有效回温就成为焦点。第三，技术规格的升级诱因延续，包括 WiFi 与传输规格的升级。更多资讯都在财经即时通以及客新闻，我是婉伦，客新闻我们下回再会，拜拜。哦，烦死，每次下班前来叫我做这个做那个，每天忙到没时间吃饭，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摊子。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？所以你需要的是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，从总体经济、股票分析至根本，再到实地走访产业，理财周刊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。加入理财周刊，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。